去玩。我们现在在一个叫指指庵的地方，看我手指着指着指的那个地方，指指庵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在蓝山的附近。我们刚才在蓝山那边人太多了，然后就逛的没有心情了，就找了一个附近的人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一个人都没有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进去了，大概500块钱门票，很期待，走吧。已经进了这个叫指指庵的里面了，内部声音要小一点，因为这个里面好安静啊，没有人，就加进来进来到现在大概只有5-6个左右的游客在里面。走吧，哇塞 OK， 哇塞，好漂亮。好，红叶那种隧道一样的。感觉自己透过这个隧道就能走到另外一个世界。竹林。